喵。双十一给我们家猫咪买了几个沙雕玩具，看一下他们会不会喜欢吧。现在我们来开箱，下去，先下去。我们现在先全部打开吧。这个是一个按摩的梳子，招财经常喜欢蹭我的手，所以给他们买了一个看痒痒的。还有一个这个网上很火的小虫子，还有一个激光笔，但是他们好像对纸箱比较感兴趣。舒服舒服啊，舒服吗？好，给你舒服，可以。你干嘛？乖乖，他是个大肥婆，又特别懒，他人年龄大了，有60多了，舒不舒服呀？啊，给你舒舒。舒不舒服？嗯，舒不舒服？要不要办卡？你又用手挠你，来试一下这个小虫子吧，这个会有震感的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这虫子是不是玩错方法了？这是用来按摩的吧？你要不要玩？啊，放你头上。还有最后一个神器，这里是什么？打你自己的女儿。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慌，怒放黑夜白天。乖乖就不愿动的，对这个毫无兴趣。